此季举帕耶姆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杯环境教育电竞大赛即将在2023年进行。此季霹雳怡保人文学校为比赛进行说明会，邀请槟城的志工前来为人文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以及慈少讲解比赛过程和规则。赛事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巴格摩，透过我们的慈济的推动跟环保的那个课程的教育，把它变成是数码化，跟大家的连接，跟大家接触会比较亲切。上届只允许学生参与的竞赛，这届接受学生与家长一起报名参加，一同感受在游戏中学习的乐趣。陪我的女儿，我学到那些环保的东西咯，因为现在的地球是很污染啊，所以就觉得蛮不错。气候变迁正在发生，学习环保知识刻不容缓，希望参与电竞大赛的亲子从游戏中有所学习，把环保落实在生活中。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张爱轩、许俊雄，马来西亚采访报道。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